放手，嘿！鬼路，你怕我？
娘啊，丢个性命丢在东东，军威探访美好的庄，烈性太客兵贵不分，中游河乐各路团轮。是真好记，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做人的时段是求公平。哦，公平。是啊，上人不正，下人歪，树头那徛在，免惊树尾是做风台。一站难得，看你来拜街。来临平乡天山山来，来临平乡啊天山山来。张老太呀，我人艺术里死了天山山来，地有多家立靠一化，不知张老太爷是要如何两全家公平享用呢？这，啊，初民下注龙音哦，啊，保修啊，在，把这四粒雪梨摕去灶卡，把伊搅碎，放在水缸之中，予咱全家伙的人一人抿一嘴。分甘同味吼，阿公孙信步怎样？丁老太爷真是高才，官人钦佩钦佩啊！皇兄娘娘请，请皇兄皇兄啊！你跟我回来，你放手。没去，放手，没去，嘿！县里老有教，拜见皇兄，皇兄娘娘有千秋。免礼，你就是老将军之里老有教么？正是县里。军军辉，一路上听真官员在讲。你一讲丢贵物，相人相乱的故事。实在是真精彩，新官的当你想，现在哪会无看到你？啊、哦，多谢皇兄娘娘挂念，心里有一件代志，想要禀报皇上见知。哦，好事得得水母红啊！县里，我我要计划调到全家收藏各宝。你万岁呀！是我丢贵母，驾车不严，念他污言妄语。叫皇兄你恕罪啊！我这无白乱讲，处处千金万客，千万色彩缎。你爱想好斟酌哦，处处那是污言乱语，是欺罔君上；那是张家真正收藏国宝，那是罪敌救众哦。不要别会乱言，这件代志是阿公亲自跟我讲。伊讲珠宝会当做家帝国并天下，而且已经藏在张家藏几落代了。这玉娇，你爱想我详细，风采万岁，善意甲你提起，收藏国宝是连敌救助。如今你也身为张家的孙媳妇，
这也是罪及自身。你我老玉娇，念在你待遇不清，故发幽宫，此事那是事实，定可以了你死罪。下半岁，但是得奖金以后，不应该做丈家的，当场以丈贵母解毒混药。这些人民，老师的批评去，害惨无辜。叫做最年底快做就是我听说我有泪血淋情景我动心玉娇你决定如何我心意该做的，变了心痛，莫不悔。阿公叮咛，如雷贯耳，风连带我。万岁，其实张家并无什么宝物，只是阮阿母插嘴，玉娇，这只是气氛难平，胡言乱语，请皇上切莫连累张府全家，欺君死罪。又玉娇一人承担，万岁呀！阮阿母死了，想到家。师父就传承我的女儿一半，女儿犯错，是我这个做阿娘的教导不好，请皇上恕罪于我。爸爸，阿娘，爸爸，不可，皇上，让你去哪卖呀？
娘是我最高楼。皇兄，皇兄，危险宝物，张家确实有，未说清楚，非是欺瞒天主啊！千万切怪，我无辜损心夫，后手是我，请恕罪，老夫。皇兄，张家传家之宝，少林之情，请皇兄赦免家父，降罪于我。请皇兄恕心，请皇兄恕罪。哈，难得，真是难得啊！全家同心共苦，令人感动，众人心平心再岁，谢万岁。丁老太爷。我若有了无唔对，楚州团宝贝必定是恁丢家九代东东，好海相出一地个妙方。红袖娘娘，果然聪慧过人啊！哦，既是如此，丁老太爷是不是会当献宝，满足您的好奇心吗？皇兄，请讲台吼。兄，这正是老夫治家之宝啊！令令令，大礼令！是呀、啊。哎呀！人生不惊百里林，人生只惊不量力。何解灰烬？不饮满，何解离心？地界不灵，自豪里，也得不灵，我灵气，高里不灵，那魂气。可惜不能加难亲，只可以临故两地，上乡下好民心归，看似平凡小道理，是千里。你的祖传宝物霸令，果然是临安邦定国的好宝物啊！唔敢，唔敢，只是恳求皇上会当饶恕我的孙媳妇啊！那是该的，老玉娇万岁！你这个娇蛮的挂富千金，会当嫁入张家。真正唔知烧了几世好香，千万记得以后不得再妄动行事。贤弟知错了，多谢万岁下罪。
张老太爷，毕生好事，以宽厚之心，尽力修为，切令九代同堂，成就恁张家端门敦厚啊！皇兄，牛牛过奖了。玉娇，毕竟嫁入张家多年了，却无发现珠宝，真是可惜，可惜啊！若是玉娇意外，今仔日总算了解阿公所讲的迄句“流言蜚语，待在下”，忍着受听，诺不悔。以后我绝对会忍住诺悔，不多言，免得在你啊红破咯。哦，你这个嘴啊，那有理就不了人呢，要叫你讲讲，听听真困难哦。你讲啥？你看，你看，才无偌久尔，你就搁忍袂住啊吼！我，流言蜚语皆在下，忍着受听，我不悔。忍一时之气，可免半日之意外。哈哈哈哈！张公爷面前受封，初明在，寡人封你为做最乡侯。张仲林，初明在，封你为做枢密大夫，即时兴建并掌管百领堂，哥在亲笔数遍百领议文，下注龙运。一日忍嘛，虽然是真辛苦，但是这都是伫咧修行。咱伫咧修行呢，多一天唔免忍呢。各位学问其实呢，爱落功夫啦。咱若无付出一分的功夫，咱哪有法度通修养过来呢？咱若无好好修养，咱哪要会当通得到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咱拢会当有这份的自然宽大的心呢。所以咱爱时时感恩呐，咱对人人爱有顶心济物啦吼，教父济贫呐，那心呢唔通生起了一念逆害的心，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啊，咱必定呢爱用宽大忍让。安尼呢，来面对日常的生活，时时感恩呐、啊。